年末表演季，小朋友们的舞蹈是不是都安排上了？前几天在河南驻马店，一个小朋友在元旦节目汇报演出时打起了瞌睡，只见他闭着眼睛站在台上，晃着晃着失去了平衡，摔倒在地。老师给了一根棒棒糖后，这位小朋友立马满血复活，继续表演。这一招算是先投币再使用吗？虽然效果拉满，但还是要注意安全呐。